看这，他问说哈，这个方程是 x 的解哈，最接近呢下列哪一个选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哈，两边呢给它取 log， 以十为底，这个呢取 log 的话就是十的 x 次方哈 ，r log 二，以十为底，啊这是等于六，啊这个是等于三零点三零一啊，约略。那这样我就晓得哈，十的 x 次方，哦，这约略是等于多少呢？零点三零一分之六。啊，这个大概多少？大概是二十啊。啊，这个大概是三分之六十啊，大概是二十啊。那我两边哈，再给它呢，取对数，以十为底 ，x 哈就等于多少呢？六个二十。log 二十呢，就是等于 log 二加 log 十 ，log 十是一嘛，所以一加 log 二零点三零一啊，好，这是约略，好约略啊，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 x 的话哈，约略是一点三，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的话哈，应该选多少呢？应该选一点三，好，应该选第三个。答案是3。